Hello， 大家早上好。我们家阿姨出院了啊，我现在到医院里去接她，说是已经可以回家了。那接着就可以把她接到家里来了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去接阿姨。来的多了，我连小路都知道了。这个后面进去，这里进去就直接就是住院部，不用从前面绕了，熟门熟路。一顿操作猛如虎啊，把阿姨啊什么都安顿好了。安顿好了以后，现在我赶着要去机场，因为我们上次台湾的那个新郎新娘，你们还记得吧？我们去参加了他们的婚礼，然后他们到清迈来度蜜月了，所以今天是十点半吧，好像十点半到。我看看现在几点，现在大概10:10，我到机场去，应该正好差不多。我去接他们了，带他们去玩去了。到达清迈机场了，前面拐个弯就到了。现在清迈的天是真的越来越凉爽了，但是雾霾感觉开始有点来了。看这个天已经不是那么通透了啊，它已经有点雾霾了。然后到3月份的时候应该是顶峰啊，那个雾霾霾的一塌糊涂。他们到啦。到了，说是在11号口子这里，我开过来了接他们。哎，还没看到呢，是不是在前面一点？我下去看一眼啊。他说应该出来了，我下去接他一下。你看到他了啊？哎呀，这里 ，Hello， 郑红，这边。后备箱开一下，啊！来来来，我帮你。哇，你这个设备高级啊！没有没有。哎，你干，你们啥都有啊，真的是。好，好了，我们新郎官劲歌热舞啊，要开始。啊，我们第一站啊，带他们来吃一下泰北的靠水。这家靠水是真的蛮好的，你们如果来的话，也可以选择到这家来吃一下。这家靠水他做的真的是又漂亮又好吃，所以有朋友来的话，我要带他们来见识一下啊，泰北靠水不是说那么老土的东西，是吧 ？OK， 也可以做得很漂亮，很好吃。给我们郑红他们来见识一下啊，我们泰北的食物。还有一个是什么？这个是我的吗？好，这个是我的啊，你的，我的啊，都可以一样。好，也是牛肉是吗？你要喝汤？你要？我不用，没关系。啊哈，啊，大家要教你方法怎么吃，以前没有的，把酱汁放下去，柠檬滴下去。然后什么，反正就是乱七八糟东西全放下去，你想放就放。所以他的这一个啊，我觉得真的是多此一举，是不是多此一举？一、二、三、四，然后你四个步骤全做完了，等于就是这些东西全放下去，何必出这张卡呢？他这个是给我们汤的，这个是给他干的，这个是给干的，这个、给汤的啊，反正就是所有东西都放下去就对了啦。我都不知道，先倒牛奶，先倒这个。这个不是牛奶，这个是酱汁。而且没有喝啊，这个你是、不一样，不一样，不一样、啊，汁不一样吗？哎，它哎，你们是椰汁、椰浆、我这个可能是咖喱，可能是。你来试一下。哎，我这个是有点咖喱的。好，倒上。一，然后第二步是干嘛？挤柠檬啊，挤柠檬。第二步我们挤柠檬。来，好，挤柠檬。然后第三步呢？啊，然后这两个小碟的东西放下去，最后放辣，明白了，就是这么回事儿。啊，我们的豆腐也来了，他要把这个全部记录下来，你看看，他要把它全部记录下来，看看这个步骤有没有搞错，是吧？哎，这个拌下去以后是脆的，其实它也是面，也是面，只是脆的，倒下去就可以了。反正就是往里全加上了，我觉得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讲究。
里的拿铁直接就是抹茶拿铁。抹茶拿铁啊？哦，可能是日式的原因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你的抹茶拿铁。这个是冰茶。冰茶，我的蝶豆花是吧？嗯。啊，我的蝶豆花。好，我拌完了，我把它全部都拌在里面，然后这个脆的面加上这个软的面，哇，吃起来可好吃了。嗯，好，又带一对新人啊，我们来一下我们这个咖啡馆，来进去吧，很美啊。丹丹已经到里面去抢位置了。哇，太美了，真的很美，很漂亮啊。从外面看不出来。是啊，泰国神奇就神奇在随便一块荒地，他就给你搞得很漂亮。哇！我们看看丹丹坐哪里。看看我们的台湾朋友啊，我们在台湾吃的狼吞虎咽被你们嘲笑，你看看他们来吃泰国东西也是狼吞虎咽一样，只是说明自己家里的东西吃腻了是吧？到外头都好吃。看他吃的这个样子。所以我们享受不容易，是吧？他未来也是我这个身材的方向，肯定是往这个方向发展。郑红看到我超喜欢喝那个他们的那个金门烧，他又给我带了一瓶啊，这一瓶是真好喝啊，这瓶是真的好喝。然后他说一共只有两瓶，他妈在那里珍藏着的，然后自己留了一瓶，然后给我带了一瓶。这瓶我也要珍藏了，我舍不得舍不得拿出来给你们喝了，这瓶我要藏在家里，不是重大的日子我不拿出来了，下次等牛牛结婚的时候我拿出来吧。重大的日子没有。重大的日子没有。下午喝完咖啡，把郑红他们送到酒店去办理入住了，然后让他们在酒店里休息一下，然后我来接牛牛放学，接了放学以后，然后我再开到古城，然后再去接他们，我们一块吃晚饭去。啊，来了来了，牛牛来了。牛牛，跟大家打个招呼。好，我开车了啊。哇，一路开到古城真的是堵的嘞。我还跟郑红说，我15分钟就到，这都已经开了20分钟了，天哪！半小时吧，半小时。让他站在马路边见识一下清迈的拥堵，繁华的大都市是吧？拥堵，好了，到了，到了，到了，上车，走走走，好，上来吧。上个黄阿姨好。叫哥哥姐姐吧，不用叫叔叔阿姨，是吧？哥哥姐姐好。可以叫我阿飞，没关系。阿飞。好，慢慢来好了。你包或者扔后头好了，包直接扔在后头，方便一点了。好，我们走。好了，欢迎来到小红光吃 TV。你真姓郑啊？哇、哦、哇，陈老师身材好好啊，脖子找到了，这有脖子了。陈老师在南京了，今天我刚刚看到他更新了一篇南京的视频。嗯，回到家了，这个小熊啊，可以。啊，这里是洗手间，啊，我们先进去好了。我得个。啊，在困觉。好，你看，就那边吧，牛牛那个座位。这家餐厅真的生意好的嘞，你们坐里面好了。好，喜欢吗？这种铁壁阿童木冰人。铁壁阿童木，你再看这个，肯定超喜欢。全是冰人啊！带劲啊！I don't have、huh? when. What? When. Okay. 好，来支红酒喝一下。晚饭来支红酒。This sweet? Yeah. Ah, good. Okay. 嗯哼。啊 ，OK 了。Okay. Okay.
看一下啊，有没有卤肉饭是吧？找一下。三层肉饼。这是三层肉，哎，这好像是三层肉，真的、啊，好像是。啊，是炸的吗？油炸的，这个应该是油炸出来的吧？我也拿一本看看。这是饮。啊、哦，这是饮料啊。啊，菜单就给了一本啊。两本。牛牛有一本。我们不懂泰语的没资格看是吧？不是。哦，他们家牛肉很好吃。牛肉。嗯。对，这个可以。这个也不错、啊，这个是鸡，这个鸡没点过啊，点过的，点过的是吧？牛鸡吧是，鸡，是鸡鸡鸡，嗯，是吗？可以啊，弄到好像那一盘，反面看，老师后方，多搞一点泰国菜，对，多搞一点泰国菜，有没有拌那个的，拌柚子的那个？拌柚子，拌柚子，哦，来了来了来了，来你们看。我就想要那个鱼，我就想要那个鱼。OK， OK。这虾饼要不要来一个？这是个虾饼。虾饼。哎，虾饼不要吃啊！啊，不想吃，那不想吃就不吃了。可以啊，可以。我想吃。虾饼还是虾球？哦，这个是这么一套的。那么要不来个一套试试呗？这个。哎，都尝试一下呗，好，就那个。一套这个就是泰国特有的嘛，反正就是各种油炸。这是拼盘。泰国不是烤就是炸，基本也凉拌，基本就这几样东西。吃的菜很多的好吗？嗯。泰式有特色的菜很多的。哎，这就是我昨天点的那个，其实这个还挺好吃的。这个是，这个来一份吧。哎。哎。这个不只有烤。OK。这里有很多泰式菜，这个哎，这个也可以，对，点一个，好，点吗？这又是个啥？这牛牛点的是吧？他点了好几样东西。哇，这是个啥东西？真的是什么东西？特别的东西。这是什么？我也尝一个，你们也尝尝看。没有问吗？我看你刚才问他，我问到他说这个这是什么呀？芋头饼干，油炸过的吧？嗯，这下面是冰淇淋。啊。那我是应该刮一点的了。嗯，那我更好奇的是什么？你也可以拿个勺子试试呀。我要等你们吃看看。看看有没有毒是吧？验一个毒。好特别哦。好，喏，这么难弄的。真的。这也太难弄了吧！气死我了。好。嗯，这样冰淇淋是还蛮好吃的。好特别。对 ，OK。Yes， 是一个酒。泰国人其实他们的这个讲究是真的蛮厉害的。我要摇一摇。装个逼是吧？嗯 ，good。OK OK。那我要是说，哎，不好吃怎么办是吧？人家开都开了是吧？所以泰国就是这样，你可以花不多的钱，可以享受到很好的服务，这个确实是可以。在台湾的高档餐厅。啊，101的斜阳，我永远记得。有点好的，你来一个。这个就是泰式的柚子凉拌柚子沙拉，就这么个东西。对。这是郑红喝的第一杯泰式奶茶，第一杯泰式奶茶。甜不甜？没有想象中甜，还好。没有想象中甜是吗？你下次到街边去试试。街边能把你甜疯了，我告诉你。你喝喝看。好，这又是什么？不知道，因为有好多牛肉点。对啊，没有想象中这牛肉好吃哦，这个可以可以可以，这就是正儿八经的泰国菜，你们吃得惯吗？好吃，采访一下，好吃好吃吧，有肉就好吃是吧 ？OK， 你看 ，No spicy 好啊 ，No spicy OK， 这道菜是我这个餐厅最喜欢的，叫柠檬鱼，
都给你做好了。我们别的地方吃是一个小的鱼形的锅子，然后下面火烧鱼是整个，他都给你鱼都做好了。我们吃的那个就普通的整条的鱼，他这个可以。买完单啊，他们居然送了我们一堆游戏币啊！哇，这个店家真的是，哇，他抓到了，哦 ，very lucky。那个机器好抓还是那个机器？我不懂哎。哦，试试看吧，随便抓嘛。哎，塞进去了吗？还没塞进，不灵啊。哎，这个不行，我们到这边看。娃娃机，我不知道刚刚他们给的。哎，这个好了。知道，好，下了，来，哎呦，哎呦呦呦，哎呀呀呀，差一点，差一点，哎呀，继续，爪子做得很好啊，对啊，蛮有力的。送了郑红他们回酒店，我又来机场了，我来接小雨他们，小雨回来了，好，应该就在这里，我看到了。看到了，看到了，看到了。好，好，给他们后备箱开一下。你们回来啦！好，我把这个拿掉吧。啊，你力气这么大？还没去呢。拎上去好了，太厉害了。好。好、啊，走吧。好、哦，回家。哎呀，一大早起床，小雨居然为我做了一个维力炸酱面啊！勤奋啊！汤。哦，干面附汤一包两吃。哦，要把这个水弄掉的是吧？哦、这个水嘛，你就弄到厨房里、厕所里。没有啊，我这个水是给你泡汤的。啊，这个水还能泡汤呢，这么好。你看，一包两吃。它还有一碗汤啊。还有一碗汤，我上次这么一点点。我上次加太多。这么一点点炒在里面就算一碗汤了。那有汤就不错了。啊，然后那个水要去倒掉，你就给我这么一点点汤。那你这么浅的一碗，因为那个比较淡嘛。啊，哇，维力炸酱面我还真的没吃过哎，我真的还没吃过。你倒在水池里好了呀，倒在马桶里干嘛？水池里面面倒掉出来，我还能捡回来吃啊。那你把先捡回来吧。快快快，给我泡一下，弄个，饿死了已经。其实我看他们用科学面一起吃的。科学面也能泡进去的是吧？嗯，就是说那个量不够大，然后和科学面一起吃。但我看你今天比较苗条。啊，我要控制体重，控制一下，但是也要吃，吃也要吃。这个炸酱面好吃。惨了，这个确实可以。好，我来拌，就这么拌拌就好了是吧？你已经吃过的是吧？我已经吃过了。哇，就上次我们带回来这些是吧、嗯？哇，你还能留一包给我，我真的是没想到，真的是平常没有白帮你付清，真的是。不过没关系，我们十八号马上想吃多少吃多少，你没得吃了。不，我会给你带回来了啊，放心好了。你再给我寄回来啊？我带吧，寄太贵了，我给你带好了。嗯，寄是有点贵啊。嗯。挺好吃的。哇，这一碗你看看，你看看，哎，你不要流口水呀、啊，你拿个纸巾擦一下口水啊。没有啊，我在拿个碗，借口水。借你拿个碗来借口水啊？再拿个碗，你拿碗干嘛？多一点啊。我就知道你去拿碗，我就有不祥的预感。一共就这么一点。那
一共就不多，最后一包了吗？应该不是吧，最后一包了，最后一包了，这么惨。哦，这一包半了。要不我吃炸酱面，你吃科学面吧。哪里？科学面不泡的呀，科学面干吃的呀。科学面干吃的。和维力炸酱面一起，怎么科学面也没了？啊，算了，那就给你一点吧。那，给你一点。这个是不是？这个我不吃，那。就这么一点。我在夹的呀。你这么一小口一小口。你一碗一共又没多少。一共也没多少啊，就这样了，够不够？就这样吧。好，算了，再给你点。那这样总好了。嗯。这样总好了吧？对。这样总够了吧？嗯。啊，我都没吃过是吧？他都吃了这么多碗了，我一次都没吃过。上次在那个里也是陈老师在吃，我这样做比较清楚。啊，对。你家路比较黑呀、啊。那汤我先喝一口。太咸了，你汤可以多放了，嗯，汤可以多放了，它里面这个味道还是蛮浓的。嗯，好吃，真好吃。我之前我到泰国来，我来吃泰国的方便面，我觉得它的那个方便面蛮好吃的。自从吃过台湾的方便面，我觉得它已经封顶了。真的，这个我觉得你们不服只管来说。不服来辩啊！我觉得没有人能辩得过的。这个你全世界哪里的方便面，你要跟台湾的比都比不了。这个是不接受任何反驳的，确实可以。嗯，你赞不赞同我说的？赞同啊。嗯，这个看我和我不话。嗯，好。真的，台湾的方便面是真的天下无敌的，天下第一没有之一啊！好，我们现在出发去找台湾新郎、台湾新娘啊，我们去找他们去了。哦，第三排也放开，今天小雨他们也要去，因为我们要到山上去带他们看大象，去看大象去了。到清迈我们也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土特产。就是什么大象啊什么呀，也就这点东西，没啥土特产。哦，我的这辆车第三排第一次放起来了，从来没用过啊。用过了。哦，好，可以了。好了，新郎官新娘子到了，来上来吧，上来。丹丹在 7-11 里买东西。好，小雨可可。Hello 哇，你们到前面去逛了是吧？我刚想到偷，顺便去看一下换钱所在哪里。哦，换钱所，那我就开过去看哪里，我给你哪里换好了就。哇，今天好，还有特别嘉宾是吧？对对对，特别嘉宾。好啦，把曾红带到这里来看看大象。刚才我问了，我说台湾有大象吗？他说除了动物园里也没大象。哇，那清迈就不一样了，清迈满街是大象。随便上个山头就是大象，看到了吧？哇，好多大象啊！这家咖啡馆还是蛮不错的。我是只要一般有朋友来清迈，我都会带他们来，因为它不是像那种大象营地啊，你除了看大象，你就是看大象。这儿你可以看大象，然后这儿可以吃吃喝喝，旁边大象都有。好，可以拿香蕉了。好，你们拿去喂吧。你不喂？嗯，拿着。好，想去吧。其实我也想吃。我给你包一个。买三筐送一筐。啊，买三筐送一筐，去吧，你们去。你不去？走，我也去啊，我懒得拿呀。我还在想你会不会。从这边走吧。哇，那个大象已经看到你们拿过去了，他急了，激动了，他已经激动了。走，来，从这边走。表演给我们看。这要表演呐？这你就走过去给他，他就吃了呀。直接要傻的。看我，看我。哇哦。啊 ，OK。好，到上面去喂。好，上面去喂。上面去喂。
走走走走走，魏大乡去喽，魏大，哎呦，这个人哇，这么厉害啊，这里都能走啊，这里还有条小傻狗，哦，来了来了，闹闹闹，哎呦，你不要拿我的摄像机啊，好，去吧，去掉摄像，去去去，你先，哦，他又来了又来了，啊，闹闹闹闹，给你给你，哦，他吃甘蔗很好听的，吃甘蔗他会响的，哎呀，掉了。掉了哦，我不跟你抢，他可以，他很厉害。哇！哎呀，口水你都喷了我一身啊！啊，给你一根，去吧。你看，嘎吱嘎吱响。好，这个我放这边啊，给你们喂。哇，那个口水都弄到我身上。你看，哇，真的是比陈老师还惨呢、哦，真的是。他妈他觉得喂太慢了吧？他生气了，他来找小雨了。哦，好好好。哇，他要两个两个一起来，这也太过分了吧？有可能的，他看中这一筐了，全要。你这样的话，他不筐都卷走了吗？要不到了，先吃两个。先吃两个再说。对，哇，好贪啊！一次性拿这么多，太厉害了。哇，那条狗比你胆子还大哎。他都敢往里钻呢，好了，我们趁着在这里，哎呀，怎么这能黑成这个样子？找个角度啊，找个角度，哎，这样，哎，这样还好一点。我们趁着在看大象的期间啊，广告时间开始了。因为郑红这一次正好是看到我在 YouTube 上面发的那一个 ECM 的链接嘛，然后他就拍了，用的怎么样？哦，真的顺，但好网络又快。哇，这杯咖啡谁请客的？是自己买的是吧？对，自己买的就明显没有贿赂，是不是？没有受过贿赂。ECM 用的好方便吗？方便方便，真的很方便啊！而且竟然还是中华电信呢、欸。哎，对对对对对，就完全没有想象说，哎，为什么我用办这一生都打开是中华电信？对，因为我们的泰国的合作是用中华电信作为机卡的，是这样子。但是到美国就是美国的，然后日本是日本的，哦，然后是各个地方不同的地方可能会用不同的机卡，哦，所以它会自动切换就对了。自动会切换，很好，很厉害，很厉害，是吧？用的很方便啊，超棒，超棒，超棒，推荐，而且很便宜。啊，没有折扣，对啊，用肖恩哥代码还可以折扣啊，对啊，代码还有折扣啊，代码还折扣。刚刚整个的使用过程大家可以听一听，就是关于用中华电信机卡的这个事情，这个事情不要告诉大哥大，好不好？啊，真的很好用，真的很好用。昨天和郑红他们我们一起喝红酒，也是两个软柿子啊，这两个人酒根本不行。我们开了一瓶红酒，他们真的只喝了一点点，都是我喝掉的。所以今天我们又要带他们来吃一下泰式的火锅，正宗的泰式火锅。这边就是火锅一条街，这里全是泰式火锅。然后这家最贵，我们就选这家。好，进去，来，过来坐吧。哇，现在他们的这个姆咖喱做的真可以哦，单独弄一个房间拿东西，那就不会有苍蝇啊什么了。以前都是在户外的啦，现在很好哇，还有这么多的即食的哇，这个很好吃，这个肯定好吃哇，这个也好吃，这个超级好吃的哇，这个鸡块我们下午点了很多，现在你看都免费吃了。这个好，这个好，哎，哇，这几个我都超喜欢，这些我都超喜欢，这些我超喜欢。还有鸡爪，我要吃鸡爪，我也要鸡爪，多拿一点。超好，太好了。然后这个五花肉也给我稍微拿两片试试，因为它这个酱很好吃。啊，虾、猪肝，哇，这些都是我爱吃的。哦，扇贝也有，虽然扇贝个不大，但肉不少啊。哎，还有花螺吗？可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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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好，花螺也可以。甜品这里冰激凌，哇，应有尽有，这里自己还可以拌，自己来拌。你冰冻一下。啊，这个过会儿，我可以让他们拌，让牛牛拌，牛牛会拌。各种五花肉，可以啊，各种肉。泰国是五花肉卖的贵，这种肉反而便宜，五花肉超贵。哇，牛肉，哇，牛肉，哎，我就爱吃牛肉，他们说牛肉吃了不胖。
这个我就是超喜欢，为什么？因为它是用炭火的，已经有很多它是用卡式炉，你看它全是用炭火的，这一家超级爽啊，全是炭火锅，炭火的锅子，哇，发了财了，真的发了财了。来，给我一个杯子吧，我也去拿杯饮料，饮料也是包含的，我喝 Zero 了，我就喝 Zero。好。啊。然后这边你们看着它这么多，其实它不是苍蝇啊，它是蜜蜂啊，说明这个地方都好甜啊，它里面都要住蜂巢了，全是蜜蜂。我第一时间就是往上放牛肉啊，拼命的堆牛肉，直接在这上面炒就好了啦。那我们合起来，来来来，静静静静。远道而来的朋友是吧？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好。台湾也有这样的烤肉吗？台湾没有这么便宜的烤肉。没有这么便宜的烤肉。台湾这样的烤肉多少钱啊？至少应该六百起跳。六百起跳。应该是六百起跳。有这样的锅子吗？有比较韩式的，叫铜盆烤肉。哦，韩式的铜盆烤肉，其实有点像啊，有点像。对对对，这里是258，其实258相当于多少呢？250台币。台币差不多250左右。250左右，然后台币的话要卖到五六百这样子是吧？在台湾的话，台湾应该600以上。哇，发财啦！赶快多吃啊！谢谢。惊呆了是吧？惊呆了是，确实是啊。泰国吃这些东西真的是超便宜。吃完了，这个台湾朋友抢着去结账了，我已经结过了，看他怎么样，看他最后什么表情。我就知道他要一脸傻样了，没有经验的，他跟我说这一份有点甜，哎呦，笑死我！是啊，你看你在那里，还要签到什么时候？没有啦，今天中午咖啡你请的啦，对不对？这我们说好说好的啦，是。是不是觉得在泰国花钱都很困难？肖恩哥爱跟那很困难，在泰国花钱。